站第一把，这样子站这个势啊，所以打出第一腿是在这个势，在这里打，第一腿是在这里打，再起打第二腿，他妈要在这个势子打啊，就是说我们打这样的腿的时候，为什么在这边设，在这里设一个高度呢？因为对方手来从这里一架，这里一接腿，腿是在这里打，你的人是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你并不是站着打啊，所以设一个高度，你自己的手设一个高度，是对方手的高度，所以我这个腿是在这个势打，看不懂？所以他一打，这个还是在这个高度。我是说第二腿他没有特定的部位，对不对？还不是踢特定的部位。裆啊。第二腿看踢裆或者踹小腹，或者踹胯，但是一般练习开始练习都是打裆。两腿都打裆。两腿，对。所以你的腿出来要在同一个点，同一条线，不要这样开。好，来试试看。